这样的一项工作呢，依托这个统计规律，基于科学数据对古人的复原，相对于我们的雕塑家、艺术家对古人的一个形象的描绘呢，要更科学、更准确。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我们传统的文化遗产保护这个行业更深层次的来结合，发挥信息技术在其中的一个引擎的作用。